又到了一年一季开始煮茶叶蛋的时候了，你知道怎样煮出来的茶叶蛋入味还好吃吗？首先将洗干净的鸡蛋放入清水中，煮茶叶蛋放盐是关键，一定要多放一点，再放入老抽调色，然后放入茶叶，最好是红茶，这样煮出来的颜色比较漂亮，再放入花椒、大料、桂皮、香叶，再放入海鲜酱油、老冰糖两颗，最后扣上盖子，开火煮10分钟左右，然后用勺子挨个敲破，敲破后盖上盖子再煮10分钟，然后泡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吃起来跟那个香包老卤鸡蛋是一个味道，非常的好吃。学到的老铁赶紧收藏加关注吧。